是其君，请讨之。公曰：告服三子。孔子曰：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告服三子者，知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吾从大夫之后，不敢不告也。二十二，子路问世君。子曰：不欺也，而犯之。二十三，子曰：君子上达，小人下达。二十四，子曰：古之学者未及，今之学者未仁。